好不好？所以说呢，我想要赶快把这个系列结束掉，我去看一下攻略。那基本上我看一下我的进度，我进度已经差不多到了70、80左右了，快要结束，今天应该可以完结。然后完结之后，它有分好结局跟坏结局哦。那我先在这边说明一下哦，好结局的话呢，你必须要完成3颗作业啊。不知道你们之前有没有跟直播啊？啊，他这个梦里面的世界呢，要完成3个作业任务，然后还要达成某个特定条件，就可以完成你的好结局。坏结局就是其中一样都没有达成啊，其一就对了啦，好不好？所以说呢，稍微讲一下啦，那待会我直播就是要去完成这3个科目啊，社会、数学还有什么历史啊，哦、啊，美术这3样。我们之后有进去这个暗门嘛？密码有输入完毕嘛？然后那时候我说我来这边不知道干嘛啊，这些东西看完了之后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。原来这个里面有一条路啊。然后呢，我想一下，我们要做什么？进来了之后，好像可以拿到马老师的密码。哦，我声音怎么会噔噔噔？这个是游戏里面的灯还是我电脑灯啊？不是我电脑的问题吧？我操！噔噔，应该是电脑的灯哦。拿到运动饮料了，我要补一下血啊！没有补血的。哎，恢复许多体力，这个可以啊。有了有了，什么都没看见，就这个吧，不是，500元韩币，不要一直盯哦，吵死人了。哎呀，这边一堆死人躺在那里，哎，是怎样？老头，再过2天魔物脸就出了，我知道啊，这是恐怖游戏啊，对啊。破烂文件一大堆，没有什么可用的。拿到一张便条纸，骗术行得通。微世界啊、哦，微世界就是这里的世界啦。啊、哦，这边的世界都称之为微世界。微世界跟平时玩的游戏很像，很神奇。我试着打破玻璃，现实世界的玻璃窗也会跟着碎掉。我跟别的家伙换了作业。那个蠢货竟然以为我的名字交了上去，这简直是最牛逼的作弊嘛！啊，学校生活变得太有趣了，下次得搞点大事来试试，集世豪。所以说，集世豪来到这个世界，发觉这个世界可以跟外面的世界互通，所以他开始在里面就是作弊，可能就是偷偷害学生怎么样之类的啊，就是他可以从另外一个世界去。控制现实世界就是微世界的意思，它可以在微世界控制现实世界。所以说呢，我们所见到那个戴眼镜的肥仔呢，啊、哦，他呢就来这边为非作歹，他在这个地方为非作歹啊，他会控制这边的东西。哦，有一条便条纸，电脑教室。现在是什么时代了，都不知道要教什么，拿着连学生们的智能手机都比不了的电脑，用007教出来的。教材来上电脑课，这教育简直是时代错误啊！啊，反正就是一个抱怨就对了。好，不管了。啊，东西在哪里啊？这边有东西在发亮。啊，说好的钥匙在哪里？嗯？不是说会拿到钥匙吗？哪里过嘞？为什么我什么东西都没有拿到？不是这里可以拿到钥匙之类的吗？读书室是在三楼，在4楼，很近啊，还可以啦。本馆不难走啦，本馆的路还好。这边可以存档，既然都出来了，存一下好了。杂物进不去。黑板上的数学题，这个吧，没错。
这里我是都没有来过，我怎么感觉 BGM 不一样呢？这个啦，是不是？密密麻麻数学问题加想起了马老师的回忆，好像不是二三年级的学的题目，好像是上次考试看到的题目。我记得肯定是上次考试的问题，这个怎么解？好了，一张便条纸。放学后的补习班，好，马老师写的。放学后去补习班的学生很多，真心希望各位可以努力，能有好的回报。但是非常悲哀的是，听说有些人悄悄溜出补习班去市里乱搞。啊，反正就是一些抱怨就对了。啊，常常你们应该也是哈，补习班啊，让你去补习，然后结果呢，翘课，是不是？啊，被抓到了，抓到了，翘课，可恶！就这里，就这个啦。嗨，你好，英豪，那个能听得到吗？不要妨碍我，爱送，爱送是什么？这链条是什么东西？没时间在这答题了，滚！我说叫你滚开，没时间了，我会让你看到的。这笔记本，我会把答案都找出来了，给那家伙。自言自语，成绩太低了，落后太多了。好，你是不是也是这样？觉得考太差了，然后束缚自己要考试啊、哦，用锁链把自己捆在自己的脖子上面啊、哦。如果时间能退回去的话，就能拿到好成绩。可是已经，大家对我的评价已经结束了。我是 F 班，前辈，需要我帮你解答吗？我没有时间。啊，他很生气。真的就是一颗普通数学问题，对前辈来说只是加减法的程度，真的不能腾出一点时间吗？我讨厌数学，你没有看到这个题目，这个要命的科目把我现在搞得这个样子吗？我为了逃出这样的束缚才学习的。你教我的话不也是学习的本身吗？教别人的同时对自己来说也是复习的一种，不是吗？啊，刚开始讲人生大道理了。嗯，我把找来的数学公式推到他脸前，就他狠狠瞪着我，最后还是无可奈何的，慢慢的看了这些问题，然后用一种很无奈的表情看着我。就为了这个题目，把你难成这样吗？好吧，我就帮帮你。不过，不过，你能拿到钥匙的话，这个疯子马老师的钥匙，就是那个数学老师的钥匙。如果你拿过来的话，这些你不会的，我就教你。啊，他说干嘛要钥匙？我想换掉过去，我的过去从事务中逃出来，所以说他想要篡改成绩啊，他想要篡改成绩是不是？都垃圾的啊，老伯，跟老师什么回忆课后辅导吧？啊是，你这样讲，我觉得可以。他打算要伪造，我说一年级，你不是说想要我帮助你吗？这就是交易，所以你不要在这里埋怨了。所以说，我记得我有看攻略，他是讲说，这把钥匙拿到之后不能马上去给他，自己亲自先去解一下题目，在读书室解完之后呢，你才再把钥匙拿给他，这是正确的顺序啊。然后这里吧，我走错吗？哇，他在附近，我们再下一层楼好了。他在这一层楼，我在三楼听到他的声音了，危险，危险，危险！好，到了，同个地方，这里好像没有存档哦，刚刚存档我略过了。有人想我吗？有啊有啊，我想你，我想你了，终于来了。您来了，您真的来了。不是啊，啊，我不是已经在哪里？马老师的办公室钥匙在哪里？给我出来哦！哦，是这个，你是水瓶啊！
是这个啊。哎，为什么我看 TV 啊？那是我带录影带进来带 TV 啊。这里是新馆的图书馆，那不是阴影吗？他在干嘛？翻完书就走了。原来那种地方竟然会有密道。太幻貌似已经知道了怎么进去的方法，所以才会显得长得像极民级的鬼神抓住。哦，所以说阴影变成老师的样子，对我们开杀，是不是？哦，银行，哎呦，被发现了是吧？等一下，那我这样我是不是没有办法解钥匙啊？早知道不要先按了。但所以钥匙到底在哪里啦？哦，我懂了，不是本馆，是后馆啊，是在后馆啊，该死的，抱歉了，我又八七了，上去哦，快吧，快到了，终于，耶、yeah ，太好了，我们拿到了。然后再去辅导室一下，辅导室在本馆，冲啊！走错边了，对不起。冲啊！住啊你！对啊，为什么老头那么冷静啊？就我觉得还好，没有到很恐怖啊，就突然小惊一下而已啊，我觉得不至于到吓到从椅子上摔下来那种程度啊，因为这又不是。恐怖程度我倒觉得还好啊，可能是我已经活了这么久了，觉得这没什么了吧。哦，遇见人生百态，这个对我来讲小 case 了啦，好不好？我们终于进来了教职员的办公室，这边有份报告，陈述叫明吉这个学生常欺负别人。啊，常常欺负别人是吧？霸凌哦，一张便条纸 ，PC 坏了，帮老师不好意思，不过电脑又中毒了，我试着去修，可能我也修不是吗？什么什么可能我也修不是吗？你讲啥？啊，反正电脑坏了就对了。然后这边有一些有的没的，啊，又一张便条纸，啊。引导式商谈，引导商谈室。密码顺序，得先知道，就得先知道马老师的密码。我是不是又什么鬼东西少拿啦、啊？这游戏怎么会这样子？哦，这边啊。好，入手，我们可以回去原本那个地方了。Yeah， 电脑教室晚一点再说啦。这是完全照顺序走的是吧？禁毒书室就那没。所以说，我们最优先的先完成数学题。然后之后再开始进美术教室。美术教室进完之后，交美术作业。哎，啊，这样我们还有什么？我们还有一个历史没有解啊。没关系，我们就试试看吧。没办法就算了。而且这个游戏的程度，其实应该说这游戏时间，其实如果你知道怎么解，其实很短。其实很短，没有很长。啊，我去错了。
查看成绩综合程序就放在桌上吗？数学成绩表打开来看一下，这么重要的东西这样管理也行吗？而且每个成绩连接文件，果然我应该知道老师不喜欢麻烦的事情。反正他解开了，一年级成绩单在这里，不是我按的，犯人是我的右手。让我来看看单级一年级的成绩英豪在哪里，居然有七个等级，好像最近才修改过的。虽然和那前辈说不能造假成绩，但是这样看到我自己的成绩啊，这个地方如果你改的话，你就没有办法完成真结局了。所以说呢，这边不能改，再做不了。好了，我们这边的一个首要挑战结束了，好不好？首要的条件，电玩展你要找我 ，OK 啊，欢迎欢迎。雷诺大神，然后剩下再去三楼找。不，这是故意的吧？呜呼呼呼！哎呦呀，唔汤，哥哥不要，哥哥。哎，这边可以打开耶！这边居然有一个洞。哦，这是那个啦。这个我们到时候再来啊。现在不是我们现在不该来这种地方。我们后管已经没了吧？那我们现在还要再上一层楼，到3F 去，去一下3F。还是我们先稍微去前面看一下好了，这里可以到哪里啊？搞不好比较方便，说不定。哇，直接到社会科这么近的地方哦。好，那不管它了，这只是让你方便到右下角。我。哦，嘿嘿嘿嘿，别这样啊！逼不得已啊！你该不会传过来了吧？这家伙居然可以传送！哇！传送你家开的、啊？嘿嘿嘿嘿！给你！我莫名其妙受伤了。哇！棍子！啊！超爱这系列的、啊。OK 啦，啊，剩下来补一下血好了。哇，我没有补血灯儿。人生。本人身高1奈米，年纪0.1岁。哇哦，0.1岁，这个应该是胚胎等级了吧？你确定你这样子 OK 吗？哦哟，你烦不烦啊？这位老师一直在寻找红心 A 啊，好烦哦！不要再找了，在我的红内裤里面啊。感觉他在跳土风舞，你知道吗？搭配那个土风舞的 BGM 应该蛮酷的。你电玩展不会去啊？那我没办法、啊，就是有缘再相见嘛，好吧？我觉得他应该还在附近。我只想去一个 F， 有这么难吗？对，走。我只是想去找他，有这么的困难吗？这里，好，到了。不是，这是读书室。等一下，读书室这个，这个没办法解。我们要先去找他，让他帮我们解完，我们才有办法解中间的那个数学题。找到你了，拿给你马老师的钥匙。啊！你不明白，这对我来说多么重要，是一个能打开新世界的钥匙啊！终于可以进到辅导商谈室里面的了吧？韩国字啊，西巴鲁嘛，是不是？改变我的过去啊！他要改变过去啊！他现在教我基本的数学题，
耶，是哦，结束了，我要解除我的数学题目。喂，让我解一下，让我解一下。哎 ，Oh my god！ 老师，你怎么可以趁在解数学题的时候趁人之危呢？这是不对的，我还没解完啊。哎，进不去。哦噜！解完了。话说回来，再这样掉下去的话，什么时候才能到这里之处出之呢？是出去的意思吧？成绩单上面数字成绩变了。好了，我们已经解完了。终于啊，解完该死的数学题。好，这边旧馆的任务都结束了，现在要去新馆的。所以说呢，我们现在呢，进一教室拿作业。好哦，我们要去新馆了，我们终于结束了。啊！啊！阿妈，不要！你怎么在门口守候啊？现在什么情形？这是爱吗？难道这是真爱吗？一直追我。我原本的桌子上，该不是这个吧？便条纸。第二次协商，我又遇见那个神秘的女孩子，但她有点奇怪，表情阴森，笑着说：“去哪儿？现在才来。”我甚至觉得背脊发凉。总而言之呢，他现在控制那个女生就是了。奇怪，作业在哪边拿？还是我要再去一次美术教室啊？因为我记得印象中上次直播的时候，我是有触发。他说这个画太难看了，所以说把画藏在教室的某个角落。然后他想要把作业交回来，可是我不知道我在那个任这个这段话结束之后有没有死掉。看，果然是这里。美术教室这边会触发。触发那我自己的作业，美术作业，大家都挺好奇他把宋老师画成什么样子。找到了四豪里面的这个东西，四豪画的在这里，这家伙果然是把所有实力发挥到了这幅画上，我认同。好吧，这个我收藏了。哦，对了，我没有教啊、哦，当时上一集不是上一集，上一次直播我没有触发。就是有触发啦，但是后来死掉，我就没有再继续做存档的动作的样子。好，我现在终于可以回去了，没有什么能够阻止我的。我们的作业在哪儿？在这里，找到了。哇，这是我画的啊。果然没有被别人拿走，我的画很安全，我画的还蛮可圈可点的，好吧？好了，拿到画之后呢，我看一下，去美术班啊，拿去美术班交给他。哇，跟老师一样漂亮，干脆画火柴人算了。转角遇到爱的频率是不是越来越高？真的。三不五时来弄你一下，这样子，这么爱我，可恶！如果我是这个游戏里面的男主角，该有多好啊！你说是不是？太可恶了！老头好帅，谢谢。老头安安，你好安安。靠北，走错边了，完蛋了！哦牛！哎呀！Oh my god! Oh my god! 这里可以直接去新馆。
我都忘记这里可以到新馆去了，好爽哦！直奔新馆，不啰嗦，说到就到，有毛有？好了，去美术教室了，这时候要去异次元空间了，很麻烦啊。很讨厌异次元空间，说慢慢走好了，反正这里也不急。要是我可以，要是我可以穿墙就好了，可以穿墙轻松多啦，是不是？省一点体力吧。然后再喘一次。我记得这边是往右边走的样子，没错。啊，玩走就记得位置了。哎，等一下，我是不是回来了？对不起，是往左边走。耶，路痴就是我。I'm sorry。林北路痴啊，怎样？读书室到底再去？我要去这边的厕所，传到二楼去。干什么东西？妈的，我死定了！哎，不要哦！哇！怕怕的。超像反校。我取消订阅再订阅，为什么不会有干爹订阅？那个只会出现一次而已啊。那个又不是拿来给你这样玩的，在那边。那出现一次就不会出现了，知道吗？恐怖游戏哦，我觉得应该是一场恋爱追逐的游戏。我们要设法逃出宋老师的爱的追求，逃离这个伪世界、异世界。啊，这不是恐怖游戏，这是怎么讲？怎么讲？恋爱追逐，哦。倒追的游戏啊！如果你们单身40年或是30年，哦，可以考虑玩这一款，让你的人生添满了色彩。我怎么可能就在前面？很会哦，这家伙。嗯，可以。存档有错吗？哎，我刚才存档在读档会不会被考？独打六不见了，哈哈哈哈，好你家在，我存档，独打就消失了，干，快到了，终于啊，放在哪里？这里，他是说要交作业嘛？对，交美术作业，成绩修改好了，虽然不是大好的成绩，但也算是及格，有没有？数学成绩修改了，然后画也修改了，所以说我们现在剩最后一个成绩是什么啊？我有点忘记，我稍微看一下啊、喔。社会问题啊，社会问题我也解完了，所以说我们现在三个问题都结束了，社会作业结束了吗？之后，新馆一楼见到明吉，美娜出现斥骂并带走他。这个我们第一次做的时候就已经做了，所以说我们三个作业都做完了，太好了。然后呢，第四个就是辅导室那边、辅导商谈室那边的作业成绩不修改。最后找到项链，学校崩溃的时候找可疑男子。我们快要解完了，太好了。我看一下还多久。好，快要结束了哦。
我们现在宾馆交美术作业。好了，到图书室左侧书柜找到开关，启动中央门。耶！我们终于快要结束这款啊该死游戏了，让你人生贴满色彩，下一秒被嘴。应该是老师给你情书，你写不要老师就会杀死你，师生恋吗？我开玩笑的啊，哇，我是开玩笑，不要当真。这是恐怖游戏啦，哇，这是恐怖游戏啊，好吧，我们现在呢，等一下，我忘记要怎么去那个地方了，走这里吗？然后再往下走嘛，我有走错吗？我没有走错。我看一下哦。我觉得我应该走错了，该结束恋爱游戏了，我真心觉得。然后呢，各位万众瞩目期待的《魔物猎人》。2天后就出现了啊！各位记得哦，26号我会去电玩展，要不要来找我的？好不好？我请你吃糖果。你天天讲说我请你吃牛排，就是糖果啊！阿外棒棒糖嘞，好不好？至于出现的时间点，我应该在出发前会粉丝团公布。哎呦喂呀，差点被抓！到现场的话，我也会开个直播啊，好不好？让大家知道我在哪里。OK 啊，记得来找我。果然这边是死路一条。那所以说我到底要怎么上去那个鬼地方啊？读书是怎么去？哎，完蛋了！我很讨厌这边的走法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是这里吗？没关系，作业先交好了。那我们可以先在这里存个档。这是回去的路吧？抱歉，路痴哦，你不能去啊，去不了，没办法了。哦，只能说以后有机会吧。真的，以后有机会了。这边应该才是正确的路。老师的奶子赞，真的，我也觉得很棒。爆屁！你有没有看过这种鬼步？啊，那边笑老师，你跟得上我残影的速度吗？来呀！为什么直接到顶楼啊？那我这样子到底要怎么去读书室呢？我们去顶楼看一下好了。上次刚刚我到顶楼嘛，看一下顶楼有什么。哎呦，什么东西？哎呦，不是，这些都不是真的，早知道不应该进来这里的。这些都没有颜色啊，和现在为止见到的鬼神一样，不像血，有点像黏黏的。不管这是什么，赶紧逃离这里！我靠，这只是给你吓惊而已啊！哎，不对啊，读书是到底要干嘛啊？读书室应该是我们的主线吧？真的超像返校，都是师生恋。不是啊，师生恋是我乱讲的啦。他的剧情不是师生恋啊，这个游戏的剧情不是师生恋，好不好？不要误会了，真的。然后我应该会到美术室，没错。我到美术室，我也没办法上去啊。有没有什么捷径可以让我上去之类的？
回到这边来了。难道是这里？这里没路了。哦呦呦！干鸟是吓一跳，抱歉，吓到吃手手。迷路了，而且这里还没有敌人追我这样子。对，做好心理准备，是不是又被追杀 ？OK， 没问题的。看攻略吧。他直接跟我讲到读书室，却没跟我讲怎么到四楼。我只是要去四楼，有这么的困难吗？啊，大哥，四楼怎么走啊？东校东路走九遍就会到了吗？啊，应该是走回去的方法吧。我们用走回去的方式好了。东校东路走九遍，我们回个地里，待会再继续。好不好娘哦？可能是 bug， 我觉得应该不是，是我自己路痴不知道路而已。走女厕那一条，我觉得应该直接回去了。游戏名称哦，标题不是有吗？有英文名啊，如果你们要买来玩的话，英文名搜得到。就是这里了。终于到了读书室了，哦耶！太好了，哪里？这里？不是，这个也不是，找到了，开门了，开门了，果然有密道，在哪里啊？哦，在这里。哎呦！这什么味道？炸鸡的味道，烟味和腐烂的尸体混在一起的味道。哇，那个模特是宋老师穿着一模一样，巫婆娃娃，阴影就是用这个做出了杀手。所以说他把这个挂在上面，难怪那个长得像宋老师的啊，因为他拿着那个宋老师的手表，把它弄在上面，做了跟宋老师一样。所以说宋老师。啊，变成了那个阴，变成鬼怪来杀我，一个傀儡就是了。这好像在哪里见过？这是宋老师的项链，今天早上捡到的，打算考试后还给老师先保管。难道我之前保管的照片在这里？啊，在这个项链里。好好，抱歉，讲太慢了。啊，难道这是这个我带来这里的？杀手追杀我也是因为这个，等等，是在救护车附近找到了这个吗？难道是太换掉的被我捡到？这样说太换也在这里？哦，太换就是被那个四好啊，那个戴眼镜的肥仔啊，拖来这个地方的。哦，为什么会拖来这个地方？其实我不清楚啊，因为剧情我有点忘了。总而言之呢，就是被四好拿来掌控的，然后四好就是一个王八蛋就对了。我先带着这个东西过去看看，应该就是这个带我到这里的原因。哦，我拿到项链了，学校正在崩塌，得找到异色，只有他知道逃出去的方法。哪里过来？哦，杀手来了！我还有很多要教你的，
是补课。你的补课为什么手上拿的斧头呢？现在完全变了一个怪物了嘛！不，不要过来，你就安静地死去吧。啊，异色出来了，快点去我刚刚进来的地方，赶快！我自己要看着办，你赶紧走。哦，快跑哦！整栋建筑物开始崩塌，快逃离这个教室。然后呢，我看一下接下来该怎么做会比较好啊。此后许多地方崩塌不得通过，也有新的物品可以拾取。从读书室内的柜子黑洞回到一楼，就可以离开这里了。到左侧本馆大门已经被封锁了，于是下楼到地下室。哦，社会科学室前面走廊可以存档，那我们就在那边存档就好啦。还有要求，差点被炸到，哇！上面真的崩塌了呢。所以说这边可以回去存档嘛，对不对？因为这边，What the hell？ 太扯了，没关系，撑着点。我靠，靠要他的脸怎么变这样 ？Oh my god！完了完了完了！他在这附近，他来找我了，我中毒了。现在中毒真不是时候啊！哦，中毒马上给解毒药，这么的温馨是吧？在这里啦，找老半天，我靠，变得越来越不一样了哦。有办法从原路回去吗？不要炸到我，拜托！喂嘿嘿 ！Oh no！ 他越来越夸张了，这个老师。第三阶段，我还没看过他现在的样子，还蛮好奇到底长什么样子、啊。陈刚刚你好。要结束了，快要结束了。为什么什么变学申请？要不要再追来了吧？完蛋了！我在外面听到脚步声，我该如何是好呢？我现在看不到我人在哪里，我现在在异次元空间啊！干！这边真的感觉有点难度哎、欸，反正说第四阶段要来了，我觉得他在外面徘徊，我觉得必须怒冲一波，先躲，好险哦！哎，他跟之前一样没变啊。虽然在惊恐的时候来看，什么都托你这么不害怕吗？我不会怕这个啊，这还好啦。他这个没有直接那种什么 jump scare， 就是直接跳出来吓你的，我觉得都还好。从这边回去的路好麻烦哦。出去了，出去了！本馆，门被锁起来了，而且门装置被锁住，怎么这样子？怎么想回去就这么的难？没有地方可以打开了吗？哇，这是哪里？完蛋了，完蛋了！我等一下应该就直接躺在地上了吧？可能要从这边过哦。哇！我居然还不死，我超厉害的、欸。
他这边写箭头，我们要跟着箭头走吗？逃生路又没开。哎呀，现在全部都是他的脸哎、欸。巧克力饮料，加减撑一下好了。林北中毒啊，又没有解毒剂，尴尬。我现在走回头路是不是啊？拿到一条便条纸。对啊，我觉得我是在走回头路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我居然通过了！哎呦，没有想到，我成功了，成功了，回家。完了，我快被毒死啦！行行好，好不好？他嗅到你的骚味了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嘎，不要闹啦！啊！啊，那没塞啦。不要去听他的那个指标，不要去理他。有没有？天花板上怎么逃出去啊？想太多了吧？我们差一步了啦。现在给我钱没屁用啊！先躲一下，看一下攻略。我们现在到 EB 了嘛，里面有三个黑洞，左边那个黑洞进去到另外一个通道，可以看见四方形的通道，由左至右进入第三个通道，一楼厕所，到二楼 EF。写的到处都是给钱呐、啊，到了，结束了，终于啊，崩塌声停止了，停止崩塌了，哎，奇怪，已经结束了吗？过了，不，现在是结束了吗？你真的这么认为吗？阴影出现了，哇，被抓到了，这个是坏结局啊！什么事情啊？救护车今天也来吗？第二辆救护车是一之一班的那个家伙，早上被发现倒在教务处门口，教务室门口，真的吗？谁？难道又是自杀？是英豪吗？他是朋友，我朋友的朋友，你们认识吗？哇，英豪昏倒了，没听说过他、啊，他长什么样子啊？啊、哦，有人说这个没有刘海的发型，反正是个特别的孩子啊。他又是谁啊？不是英豪吗？民警，你该不会是什么？我什么都没做。啊，米娜说，你真的都没有。你是说真的吗？你没有骗我啊！梅娜要生气了，英豪这是怎么回事？英豪，你赶紧给我站起来！你知道梅娜有多担心吗？不行，我要去英豪那里看看，我太担心了，就要去了。什么？不是？再怎么说你也不至于吧？他也就是考试压力太大，一下子昏过去了。啊，你真的太过分了！反正我要过去，自己看着办。宋老师，等等，我也要去。
在这里，老师已经在家，已经和家里联络过了啊。他父母等一下会过来，但是我是老师，都会请在这里看护学生。嗯，这个脉搏跳动也太不正常了吧？赶紧出发！你看后面那个四好这个死肥仔，计划通有没有？这都是他一手策划的啊！怎么又发生这种事情呢？四好就说他会没事的，因为都在我掌控之中。他就这样去了。义社那家伙都快逃出去，结果还是被关起来了。再加上最厉害的遗物也被这个恶灵给拿走了，这学校变得太危险，不管怎么说还得再找找。昨天也是，今天联姻好也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？哦，老师的项链怎么在他手上？为什么英豪有这个？我得打电话问一下奶奶。啊，坏结局就这样出现了，结束了。大老师随机出现，好吧，这就是我们的坏结局，好吧，结束了。然后他这边好像还有稍微就是提及一下结局的解法。那我们现在接下来就是要真结局了。真结局的部分的话呢，真结局的部分是要先到那个某一楼找那个神秘人聊天。可疑男子。他说：“若先进去后馆小卖部，就无法回到本馆，所以要注意。”哇！哇！我在这边记录，我回不去了。真结局，完了，我不能回去了吗？真的假的？靠一杯！哎，怎么办？我们没有办法解真结局了。真结局要去。好啦，各位兄弟们啊，这个很可惜的，上一次直播呢，我们没有办法破我们的真结局哦，因为老头不小心走过头了，超过了那个本馆，走到贩卖部后面的路就崩塌了，所以说没办法解。所以说呢，老头这次呢重新玩过，然后跑到了这个关键的一个部分哦，直接在这边做录影的动作，让你们知道真结局长什么样子。那我在这边稍微再提及一下，真结局所需要的条件呢？就是呢，必须要完成三个科目，哪三个科目呢？科目呢？第一个是社会科要完成，数学科也要完成。第三个呢是我们的美术科也要完成。完成的过程是怎么完成？到时候自己去想办法或看攻略，好不好？我就不多说了。然后第四点呢，项链，宋老师的捡到宋老师的项链是一定要找到。不过这基本上剧情的部分绝对不会让你找不到啦。你要刻意找不到，这也有点困难，好不好？然后呢，最后一点呢，要完成真结局最后一点的关键就是呢，崩塌的时候，你要逃离这个地方之前，你必须要找可疑男子对话，就像我前面这一位先生啊，给你们看一下，你看这位先生很屌，一直不断的做记录，然后呢，跟他讲话之后，你还必须要想办法回答对，要是你回答错误的话呢，啊，恭喜你，你还是坏结局。好不好？那我们现在呢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马上跟他对话。对话完，我们马上想办法离开这个鬼地方。好 ，Let's go。英豪，我说，啊，可疑男子就说：“你这个搞不清楚状况的人，不要再勉强了。如果不记录的话，我说现在外面乱套啊，阴影把学校都弄垮了。啊，怎么又是你？”现在真的，你必须和我一起逃走了。阴影已经完全掌握了这个学校，那家伙根本不是我的对手。你还是自己逃吧。你是神媒是不是？我知道了，我会走的。等等，感觉到了什么？好像什么东西在改变，好像他拥有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。好，然后这时候选项就跳出来了。我们绝对不可以给他看手电筒，要给他看项链。这个项链吗？哈，原来是这个项链，居然能够被重新找到。你是在哪里找到的？今天早上在学校正门捡到的。醒来，睡醒了，起来看了一下，
好，一看这里就变成这个这样子，还有这个女孩的照片。嗯，这样的话肯定很不安全，遗物被损毁的话，控制起来就会相当的困难。你说遗物，不管是遗物还是什么的，反正长相啊、哦、长得一样，不管是项链还是戒指什么的，但是本质是不平凡的，主要是由不平凡的人拥有着，或者是卷入到不平凡的事件里了。你是说死魂类的吗？嗯，但是如果说就此摧毁的话，啊、通向外面的道路也一起毁了。啊，进也进不来，出也出不去了。那么我到这里来，而且被关起来，也是因为这个吗？这样的话，太幻是因为弄坏了这个项链而被带到这里来的吗？太幻就是之前一出来刚开场出去被送救护车的那位学生。如果这两个遗物相互结合在一起的话，应该就没有问题了。所以我的这个东西是很有价值的啊。好，然后再继续跟他对话。然后呢，我们必须要回答照片里的少女。好，我们不要讲这个，我们聊聊会很危险啊。第二个是回答这个，你是怎么知道这个女孩的？好像是很久以前的照片啊。嗯，是幽灵守卫队其中的一员，是为了某个目的来到这里的家伙，该不会是异色吧？异色也是，哎、欸，对，异色也是啊。幽灵守卫队真实存在，因为那个家伙我的压力哈也攻杀，他们在他们的世界里待得好好的，没事非要到这里来做一些奇怪的事情，这些笨蛋。所以说他是这个世界里面的人，所以说他根本就不怕阴影啊，因为他刚刚也讲说要打他根本阴影根本打不败他，打不过啦。这个项链是宋老师的，反正这个女孩和宋老师之间肯定有些什么。是的。还有一些黑乎乎的家伙，其实很讨厌那个女孩，都记不清了。从很早之间就是想置对方于死的冤家。看来他们俩之间过去非常非比寻常，所以才把宋老师做成杀手来解恨吧。哇，这个可能会有续集哦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第三题。这时候呢？我们应该要选择关于聊聊阴影的事情，我们不能选学校怎么变这样，他绝对不会先理你。所以阴影是谁？不对，阴影是什么东西啊？真够累的，你都被关了这么久，还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啊？不好意思，我成绩不太好，我也被称作阴影啊。所以说，可疑男子也是阴影。看来叫阴影的人这么多啊。我们生在这里，这里是我们的世界，还有我们管理着这里。大叔，你不会杀我吧？哈，你怎么一直问这些愚蠢的问题？就像你们一样，我们也是有自由选择的意志。那个女孩看起来打算要杀掉你，而我现在好像觉得这个想法是正确的。靠北，要杀我、哦？我真的什么都没有做，没受到邀请你也来，项链也带走了，你让我越来越上火了。哦，他开始也不爽了哦，冤枉啊！哇，真的有点想杀我。然后最后一个问题了，这一定要问对，好。你不要再问说学校变怎么样了，绝对会坏结局。要怎么才能逃离这里呢？现在是要出去，可是问题要怎么出去？你不是有钥匙吗？真不好意思，这四维空间的探索我是第一次，所以我连自己怎么进来都不知道。你要是想要回去的话，就按照进来的坐标不就行了？我们班的座位，遗物会引导你的，但是，啊？果然还是得赶紧跑去我们班啊，终于理解为什么异色让我跑过去了。你听我说，是的，去你们班的这件事情的确很容易，但是我想说的是，当你到了教室，一定要留心观察周围的事物，特别是现在这种情况下，不然事情会变得很麻烦。不管怎么说，先去我们班就对了，是不是？那我现在就去了。很好，你终于要走了，再见。好了，就不能跟他对话了。所有的条件都达成了，我们来记个录。好不好？我们来记个录，我们记第一个好了，这样比较好读档，好不好？我们现在呢往下走就可以进入逃亡路线了。但愿我还记得，好不好？但愿我还记得。我们只要下楼，再往左走到贩卖部。哎、欸，不要追我啊！我的，很会挑时间，没关系，等他离开。快走啊，走开啦！你要讨厌啦！
如果项链还你，我就没办法出去啦。所以说呢，等我出去再还你好不好？拜托、哦，好不好？赶快离开这里吧。好，应该是不会被他敲到吧？咕噜咕噜咕噜 ！Oh my god! Oh my！ 烦不烦啦、啊？哎呦，好险哦！我以为右边有路可以走啊。完了，这边要被追。我觉得他往右边走，赶快出来。哎、欸，没有他出去了。拜托，让我过去啊！啊，到贩卖部临门一脚啊！贩卖部出去，我还要解四维空间啊。这次拖久一点，好像会比较好一点哦。拖太快出去，一定被追。好咯 ，Go！ 左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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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去，下去，下去。啊，贩卖部，贩卖部 ，Oh yeah！ 好了。我们来到了这个地方啊、现在这么多钱啊、这么多钱的用意就是要把它花光光，好不好？拜托啊、我们直接把它花光光，然后能够跑一段时间，我们来弄一个能够跑一段时间好了，1500嘛，刚好，来补一下血 ，OK， 这可以无限跑啊，存档我就不在这里存了，好不好？到时候还是一样吧。那我们现在出来，我想一下路线怎么走，有点忘了。要到教室的话，我印象中先往上走的样子。这边好像都不能开门了，也、欸、可以。哇，不过这里没路，没关系，随便走，反正我体力是无限的，应该是死不了。右边的厕所，好，这边。哎，这里没有空间，哇，我搞错了吗？左边，左边，左边，啊，我记得有一扇门。Oh my god！ 声音不见，声音不见了。他会不会从这边冲进来？应该是不会吧。嗨，你好，没事。哎，居然消失了，居然消失了。Oh my god！ 好了，我要走哪一扇门？该不会是这一扇吧？我记得这附近有一个传送门。我这样跑超快的、欸。好，我们现在到了这一楼。这个地方我记得要去一个红色的，应该是这一个吧？啊，对，这边传送嘛，然后走这个门。快到，快到了！快到，快到了！是这里吗？哇！呵呵呵，这么刚好啊！我的天哪、啊！哎、欸，我要死了啦！哎、欸，这个什么烂对话，搞死我啊！然后我接着一直往这边走，不要理红色的。哪一扇呢？哦呦呀！天哪、啊！快到，快到，右边虫洞进去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前躲啊！干，死定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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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！呜 ！Oh my god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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 呜！哎呦，我快死了！哦，快被追，快被追 ！Oh my god！ 要死，要死！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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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！哦，哎、欸，真结局异色出现了，坏结局的话异色不会出现了、哦。英豪，你没事真的是太好了。嗯，那是啊，是我讲的，你没事真是太好了。然后异色说，嗯，那是你找到钥匙了吗？在这里，其实我从一开始就有一个附件了，当然其他碎片也都找到了。这里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。不过你知道吗？你真的支撑了很久了。嗯，其实多亏了你的指引，才能查到这么多的东西。不过查着查着也找到了和你相关的线索，我吗？应该是说你和你的朋友啊吉世豪，他留下了这里的时候已经修改了自己的成绩哦，留在这里的时候，他把自己的成绩和你对调，你应该高兴。我感觉你的头脑应该不那么差哦，原来是世豪把我的成绩对调，所以我才考那么烂，是不是？是嘛？难道我之前
不是个很受欢迎的学生。哈哈，义社用很冷淡的眼神看着我，说出消极的回答：“呵呵，不管怎么样，怎么说，我们终于可以离开这里，从梦中醒来了。看来你还是很笨呢，这个不是梦啊。知道，我都知道。这个话题我们出去后再说吧。哎呦，呼，能开自己门的人，永远只有你自己。我们在外面见吧，英豪很快的。啊，我醒来了。啊，诶，什么嘛？你都解出来了吗？什么？果然这个家伙把自己所有知识都放在这上面了。果然前三名就是不一样，接触围观世界的方法，我们也是学不会的。什么东西啊？围观世界，宋老师恢复正常还是一样正欸？老师，我想要课后辅导。这么快，让我来看看，让我看看。啊，我也想要宋老师对我这样讲。你看起来很有自信嘛，果然是自信中从努力中获得的啊。那必须的，我说过会让你知道我是多么的努力。好，结束了。义社，好的，他接个电话，不是，情况变得有点严重，遗物还是被抢走了，是几十年才回来的吧？什么东西啊？虽然我有努力似的，我查出那个学生是谁了，名字叫吉世豪。是的，好像自从入学之后就一直有意在接近的他。不是，我好像查出来他是怎么操控阴影的，然后最后。虽然他是怎么能够存活这么久，我也感到很吃惊啊！就是那个我们的男主角英豪为什么可以活这么久，还可以出来？也是，我有一个想法，这里学生中的一个人，是的啊，开始有续集的感觉哦。这个学校和其他地方相比，会法的情况还要更复杂。会法是什么啊？名字叫英豪，是的，现在还不能确定，我现在才刚逃出来，应该很快就能确认了。虽然呢，现在还什么都不知道，之后应该能有很大的帮助。好的，那就当做是确定了吧。就这样啊，结束了。然后现在这样，美娜，英豪，哎，怎么了？现在是音乐吗？啊？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这是什么？哎，为什么？等下手上拿什么？哦，一色这个装扮我喜欢，我给100分，谢谢。咦，那个人，所以说我依旧躺在医院。后来我虽然逃出来，但是我还是躺在医院。我并没有成功的意思吗？那个人说了什么？有点眼熟，是英豪的朋友吗？隔壁班的太换，现在连英豪也，医生也说不知道什么原因。但是我项链在他手上，完了，他完蛋了，他拿到项链，他死定了。总觉得有什么很奇怪。吉世豪，你又来干什么，死肥仔？就算是我。我要查出真相，完了，完了，结局了。所以说，我还是算失败的意思吗？然后义社依旧要查出事情的真相跟原委。虽然我成功的逃脱出来，但是我好像有做错了一些什么事情，在外头还是晕倒了，又是吉世豪干的好事，好吧？总而言之呢，我们这算是真结局也结束了，应该没有其他结局了吧，好不好？那就差不多先到这里为止了，好不好？也感谢各位今天的这个收看，那这就是我们的真结局啊，辛苦了各位啊。那希望呢，应该是会有续集，我猜这一定会有续集，因为结局交代不清楚，好不好？那如果喜欢我影片的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玄幻，下方留言，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集有机会再玩这个第二代，等它出再说嘛，好，我们先这样啦，拜拜。